你说我这个亲家啊，把我那15000给捐出之后啊，这说啥就不还给我。我今天下午就着急相个老伴儿，你说我必须得把这钱给要回来。哎，亲家，亲家，藏起来了，是不是搁后边呢？你快给我出来！告诉你，我都闻着你味儿了。我这鼻子比军犬都好使，你快给我出来，不出我就搁这蹲着等等着你。大哥，大哥在家吗？妈呀，这咋还出了个女的动静呢？有大哥，大哥，你找啥呢？呀，妈呀，这咋是你呢？哎呀，你咋来了呢？就是。你干啥来了？啊，那个我不是这么个事儿吗？你看上回呀、啊、用捐款那个事儿哈、啊，给我大哥呀添不少麻烦。这个记者呀还老采访。嗯。我现在今儿个过去看我大哥来。嗯、啊。刚才我现在是我大哥蹲那块儿。啊，你拿我当你大哥了？啊。完了就动手动脚。看来你们这关系处的可不一般呐。啊！你看你说啥呢，大哥？你别说笑话啊！我是你二哥。你这老大哥大哥，你是不是这两天你叫顺嘴了你、啊？我这脑袋也不好使，就到现在你们俩呀，谁老大谁老二，我一直我也分不清楚。你可不是分不清，你要分不清，你咋不跑我那去呢？我呀还真没看出来，二哥这人呢还挺幽默。别说笑话了啊，那啥那个，那你干啥来了？我这下午着急相老伴儿、嗯，这他欠我那钱就不给我，我这不来要钱来了吗？他人哪去了？人，你还问我？你还不知道他上哪儿去吗？我上哪知道去？我是冒蒙来的，我寻思那个不知道我大哥愿吃啥玩意儿，搁家里做点菜啥的，我得送过来了。哎呀，那我说闻着这么香呢，来我看看啥玩意儿，你看。哎呀，不知道愿意吃不爱吃啊，这给带过来了。哎呀，鸡爪子、鸭爪子、鹅爪子、猪爪子，哎呀，这都是我亲家爱吃的。他爱吃吗？嘿、哎，吃饭能挠钱的他都爱吃。我亲家现在就缺钱了，我跟你说啊。那啥那个？哎呀。我就寻思你把我亲家的饮食习惯摸得这么透吗？你可别说，你看这样的，你爱吃你也吃，咱俩等他一会儿，反正也等啊。嗯，我给你找点碗筷去，行吗？行啊。嗯、这我得吃呀、啊，我必须把我那15000这3天的利息给吃回来。嗯、来，嗯，二哥。我给你买上啊，我还带瓶酒呢。哎呀，我看出来了，他家的地形你摸的比我都熟啊。咱就说这酒杯，这是我亲家结婚前我给他买的，20多年他都没给我拿出来，你说你搁哪掏出来的呢？真服了，啥玩意儿我搁哪掏出来的？你可别瞎说啊，你就搁那放着呢，我到那我拿回来了。啊，来吧，我敬你一杯酒吧。啊，来，你这完全是以亲家母的身份来招待我哈。哎呀，你真是，你说你说啥话呢？这是什么玩意亲家母啊？你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说你这还亲家母，你俩就是我兄弟啊。以后啊，咱应该改口了。你和我亲家这都过上了，我应该管你叫嫂子，你管我叫二弟吧啊。二哥啊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嗯，闹笑话你可别瞎闹笑话啊，嗯，我跟我大哥呀，俺俩还没有呢啊，还没有呢啊，没有登记也有先过上的，这点我都明白。不是你这说笑话这样的，你瞅你说的，像真是那么回事似的，你看你，那可不就是那回事？我问你，孩子现在上学了哈？啊，上学了。
钱都够了哈。啊，都够了。你们过得都挺好是吧？啊，挺好。嫂子，你们过得都挺好，你得想想别人啊。你说你们那堆柴火燎旺旺的，搁那着的。你说我这堆柴火都晾三天了，干透透的。现在就给个火星子，蹭一下就着啊。就是消防队来搁呲水枪呲都不一定呲灭。我下午确实着急向老伴儿，你就告诉我实话，我亲姐上哪去了？我跟你说，二哥，我真不知道我大哥上哪去了。你看，嫂子，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哈，咱们话就得往回唠。那我这钱我就得管你要了。是。你从我要啥钱呢？你也从我要不着啊！这父债子还，夫债妻还，你这哪有？是不是有这说的？我亲家天生气管严，从来不管钱。你说我不管你要，我管谁要？我说二哥，我说你这人咋回事啊？啊，你咋就认准了我跟我大哥过上了呢？啊，他没有钱，他有钱不给你了吗？你咋不相信他呢？妈呀，你这咋还急眼了呢？这一般在家里要说了不算的，能有这么大脾气吗？我告诉你说啊，他没有钱，有钱肯定给你。所以他有钱的话，他不能出去三天不回来跟你借钱去。嫂子，你别我叫嫂子，你别借不着。嫂子，你那么点，他没回来，你先把钱你借给我，完我用完之后我再给你拿回来，行不？你呀，你从我借借不上，再说我也没有钱。你怎么能没有钱？你给你捐那3万块钱呢，都花了，还是你们这置办家具了？没置办家具，啊，那是准备置办家具是吧？我准备置办啥家具啊？你今天咋怎么就盯上我了呢？你我可不跟你说拉倒，跟你说拉倒。不是嫂子，你看你不能不管我呀，因为我下午着急相老伴儿，人家说了那老太太长得可水灵了，你说，你说你这不管我，你说。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你二弟太寂寞了，行吧，我求你了，嫂子，你是我亲嫂，你叫嫂子，我跪下来，叫妈我也不行，我不能给你钱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帮帮我不能答应你。三天不见，风云突变呢。今天我们终于拍到了白大爷向田阿姨求婚的画面啊。大姐，你怎么又来了呢？拿了破碗老录，录啥录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别小看我录这玩意儿。等到你们结婚那天，这都是婚礼 VCR 啥的，你知道吧？是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一录好像我俩咋地了似的。不是你没咋地，那你刚才那是干啥呢？我这是求我嫂子让她帮帮我，我下午想老伴儿。哦。你说我这个悲惨的这样，你说你录上去都影响我形象吗？那啥，大兄弟，你是这么回事儿、他呢，从他亲戚要钱。他青年没给家，他跪地吧，你说冲我要这个钱，你说这哪跟哪这是这，你说这，哎呀，你们有点这太着急了。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头两天这个白大爷和钱大爷捐款的事儿啊，这个网友纷纷好评，所以说呢，网友把这个钱都凑出来了，就是孩子上学的钱也有了啊，钱大爷多捐的钱也找回来了，白大爷你找后老伴的钱也不用再着急了。真的啊，这挺好的。哎呀妈，那也太好了！你说我这事儿，这算这那，没事儿，我不着急，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，这点时间我能控制住。这个大兄弟，哎，这个感谢你哈，也感谢那个社会人有好多那个好心人呐。哎呀。那啥，那个钱够的事儿，大哥知道不得？我这不就是来告诉钱大爷的吗？哎，钱大爷呢？没了，没了，丢了，丢了。现在就3天找不着人啊！那个好几天没看着人了，这不哪去的？我这心里着急呀、啊哎！那么大人就丢了？那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想法吧。来，这么的啊，哎，咱们现在来一段。这个视频寻启事啊，你录一段，然后咱们就直播出去，没准能找着钱大爷。
哎呀，这个办法挺好。啊、他看着就都能告上是吧？直播的，直播的，这个挺好，这、啊、挺好。那什么，那个录吧，我不着急，女士优先，来，我先来吧。这还不着急呢，那女士优先应该田阿姨先来呀。啊，你是那什么，我不着急，来，那什么，你先来。田阿姨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大哥呀，你搁哪呢？你快回来吧啊！那个钱呐，有着落了，真没想到啊！你说你的爱心呐，哎呀，给你添这么多麻烦。这些天呐，我的事儿啊，一直放心不下。我这一闭眼睛啊，我这满脑子里头全是大哥你呀。我说心里话，你存在他深深的脑海里，他的梦里，他的心里，他的歌声里。那我不着急，你先来。大哥，真没想到啊，你对我们这个素不相识的孤儿寡母的照顾和爱心，我跟我儿子这辈子，大哥也忘不了你啊。等老妹子以后过好了，我肯定报答你。大哥呀，你搁哪呢？你快回来吧啊！你快回来，你快回来吧，是生活因你而精彩。那什么，我不着急，你来。我说你这是，你不着急不着急的啥节骨眼儿的？你能不能来点干的你啊？刚才有点稀哈，我来点干的。这亲家呀，你搁哪呢？你快点回来吧，这两天我们找你都找疯了，全乡都找遍了，尤其是你常去那几个寡妇家。我都去找去了，人家说没看着你。亲家呀，你千万快点回来，别出啥事儿。只要你回来，我保证不哭，行不？回来吧。看着没？哎，手机响了，来了，来信息了啊！现在就有网友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把这个消息发上去了。啊，网友说现在已经找到了四处筹钱的钱大爷，钱大爷知道了这个好消息，正在往回赶，估计明天就能到。哎呀！妈呀，这下子我都放心了。放啥心呢？你倒是放心了，他不说你明天回来吗？明天回来你说我找老伴这事不又泡汤了吗？这怎么回回受伤都是我呢？白大爷，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句话。嗯，你说这一会儿钱大爷回来了，你到底是管他要钱还是要你这面子？这事儿我得怎么说呢？我还是想要老伴儿。我这么没出息呢？田阿姨，大妹子，找大哥去。你要实在相不拢大哥，还有二哥呢啊！大妹子。